主席的十大军事原则，说得好啊。你看，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。我打了这么多年仗，让主席这么一总结啊，还真有道理呢。彭总，我说你们俩不睡觉跑这干什么？你这不睡觉影响的我们也没法休息啊。那正好，我正好有事跟你们商量。好，你们先聊着，我去伙房给你们弄点吃的。好，来，你们看，在西北战场，胡宗南还有29个旅，33万人，但是他布防范围太宽，形成不了集团式的战斗力。最近呢，蒋介石又抽调了他4个师，组成了裴昌会兵团去对付陈赓去了。这样一来呢，整个西北战场就显得空虚了。不过刘戡补充，胡宗南他生性多疑，办事谨慎，恐怕不太好对付。嗯，多疑的人往往认死理啊。毛主席让我们打宜川，很有道理啊。我们摆出一副夺取潼关、威慑西安的架势，刘戡肯定会全力增援。这样呢，我们就可以择机歼灭他。是我，仲勋。仲勋，老总，我说你怎么来了？我就要跟贺老总去河东了，过来看看你，顺便给你拿了一袋子炒黄豆。哎，彭总啊，听说你的病不轻啊？哎，老毛病了，拉几天就好。哎，那可不行。怎么说你也是50岁的人了，这要是在我们农村，早都抱上孙子，连地都不下了。嗯，你这个当年的娃娃主席啊，你总是笑话我。在你身边工作的这些日子里，让我确确实实感受到了毛主席赞扬的彭大将军是什么样的风采了。哦，那我倒想听一听。你觉比别人睡得少，饭比别人吃的少，条件比别人提的少，可是你的路比别人走得多，仗比别人打得多，会比别人开得多，你这心呐，比别人操得多。嗯，三少四多，总结得不错。说呀。算了算了，说了也没用。仲勋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但是刚才你对我说的这些话到我这儿就算打住了啊。哎，毛主席说了，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，这个转折点可就关键时刻呀。习政委，老刘啊。哎，老刘，彭总最近吃饭怎么样？这不，一碗稀饭热了好几遍，一口都没吃。哎，我不是没有胃口吗？拉肚子，吃了也是白吃。哎呀，彭总，彭总，人都到齐了。哦，好，走，快回去。哎，这，哎，彭总，你再想想办法啊。我们西北野战军南下直接攻击的目标有2个，一个是延安，一个是宜川。如果先夺取延安，政治上影响很大，但是延安有守军17师的2个旅和坚固的设防，而我们呢，我们的
我们的粮食困难，如果久攻不下，将陷入被动。你们等我一会儿。同志们，这两天彭总的身体有些不适，肠胃病又犯了。这样吧，大家就打延安和宜川的利弊得失仔细的考虑一下，到时候可以提出自己的想法和意见，供大家研究。老毛病了，老毛病，好轻松了。哎，刚才我讲到，如果延安久攻不下，将陷入被动。但是，如果我们先夺取宜川，就有很多的有利条件，因为宜川东依黄河，西连洛川和富县，是陕东的战略要地。胡宗南呢，视他为关中屏障，他与整编76师24旅来守备，但是与延安相比，兵力较弱。还有地处黄龙山区，道路崎岖，有利于我军设伏，围歼援军。你们再等我一下。这怎么办吧？想想办法。彭总啊，你这是啊，没事，老毛病了，拉几天就好。快回去啊！哎，彭总，这样下去可不行啊。是啊，一定得想点办法。不管怎么说，得让他吃点东西。嗯，还得是软和的，有营养的。现在粮食这么紧张，别说是有营养，就是小米粥他都不好好喝。哎，习政委，听说你很有办法，怎么才能把他说服？我能有什么办法呀？还不是他硬，你比他更要硬吗？不过吃饭不是打仗，你也不能把饭硬往他嘴里灌呢。习政委，那这回咱们试试来点软的。行，我去想想办法。好啊！翠翠，你啥时候给我也蒸个鸡蛋羹吃吗？美的你，好好烧火。哎，开了开了！哎，翠翠，哎，翠翠，多打几个鸡蛋。知道了，你看。哦，好，一会儿做好了，你们就不要去了，我给彭总送去就行了。能行？好，那我过去了啊。好。爸高兴。彭总，乡亲们看见来了，彭老总。李大爷，我说您怎么来了？嗨，听说老总你身体不好，乡亲们专门为你蒸了一碗鸡蛋羹，请你把它吃了吧。再吃点吧，乡亲们。李大爷，你们的心意我领了，但是现在啊是困难时期，你们的孩子在挨饿，老人呢在生病，我怎么能吃你们送的东西呢？再说，哎，你们看，这个这不走，一二三四，彭老总，我身体很好嘛。彭老总，你就不要装了，你的病啊，都在脸上写着呢。快吃吧，一会儿就凉了。吃点吧。大爷，你听我说，我们有铁的纪律，我不能带他违反纪律不是？哈，彭总，彭总，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，群众给自己的亲人送东西，你为啥就不能吃呢嘛？就是吃了吧，吃了吧，你要看。彭总，吃点吧。乡亲们，你为啥就不能吃？干主任，你听我解释一下。彭总，彭总，彭总。同学，我就知道是你。彭总啊，我代表陕甘宁边区的人民群众
请你把它吃下去。快点，吃了吧，吃了吧，吃吧，快吃了吧！我要看着你吃啊！吃点吧，快点吧，喝了吧，快点吧。我彭德怀，谢谢陕甘宁边区的人民，谢谢你们对西北野战军的支持，谢谢你们了。吃了，彭总吃了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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